Hello, Nancy 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新竹。对，那么我们先，好吧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先来车子这边。我们到车子这边了，为什么它不能缩小？好，它缩小。我们看我们的车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去找一点早餐。对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点早餐，因为我们刚起床就出门了，所以对，我们要去吃麦当劳。哈啾！啊、哦、啊，刚刚。看麦当劳，然后哔哔哔，对，你们看，现在呢正要去新竹，那我们就来一点新竹的车程吧。车在这里，你看、啊、我们到了我们的车了，耶、yeah, ！那我们现在进去吧，哈，好，那再来呢？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？应该是要去这里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到了我们的饭店。